今天是11月20号了，我们的树莓成熟了。看一下，它应该会要很轻松的脱落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，哎，这样轻轻的一扭就好了，真不错。今天我们的睡莲也开了，好美，好美。至少要花还有几朵，还有几朵，像这个就有点谢了，那边是新开的。然后呢，最近反正每天都有草莓，这两天暴雨，这个可能被雨打了，但是没事，还是硬的，还没有烂，受伤了。今天每天都有好几颗草莓。这是前院，前院好多也熟了，这个都可以摘了，怕有那个暴雨，这两天雨下，你这还能再等一天，但是怕会被雨水给弄掉，弄坏掉。这边这一点红的，啊，那边有一个挺红的，哎，这边有没有红的？这边。看一下，这个还能再等一天，再等一天。嗯，这个再摘，这个可以摘。那这样，那前院这些树莓也在变颜色了。嗯，也在长大了，再等几天就有的吃了。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收获，昨天因为摘已经摘过一大盆了，所以今天有这样收获已经也很开心了。